伊蒂啊，这是不是真的？那像你这个红包，三百啦，你就还没搞，还得准备包红包啊？拍死！拍死啦！这红包不是不要你的啦，今天是中秋节啦，包一挂红哦，给员工啊。哎呦，说不记，今天中秋节了。哎，咱今年的中秋节有要找员工来，遐烤肉赏肉无？烤肉赏月啦，你讲上天有？有啦，我有跟吩咐啦，叫因哦四点就好打烊啊。啊，较早回来，暗闹闲吼，才规定少少的，来比用伊后壁迄块空地遐烤肉。哎呦，水哦！啊，必须等我者。爸，你要创啦？张经理，你叫我去找你一挂暗时要烤肉的物件，我拢买好啊。阿芬啊。啊，你有问看卖啊？因暗拢总有偌多人要烤肉。有啊，因大家听讲总经理暗时要准备中秋烤肉赏月，大家拢也要参加。我物件嘛要有够。安尼就好。即摆人足幸福个啦吼，啥物口味个糖仔饼都有。是啊。先选择你吃吗？哇，我唔知啊嘞，吃兴奋剂的，吼，应当爱吃啦。哦，无啦，有啥物要吼，加买几包啊啦，要加几包？爸讲啦，讲哦，这间大卖场哦，咱上啥节吼，毛公鸡啦，啊，咱要来甲捧场啊，所以吼，尽量买，尽量搬，吼，买唔惊的啦。上啥节有公鸡哦？我咧怀疑韩式豆上毛刀煮啦。不然怎样，一定要叫咱来这间大卖就是。有可能哦。哎，高姐啊，那是你啦，你哪有哪来吃啦？好啦，免来哦。哦，天上，你足无意思的呢。今仔中秋节，恁爸叫你来看物件，我甲你讲，我要对你来哦，哈？哦，恁阿妈要甲你出来做你来安尼，还免咱后背二只。高姐啊，啊我较袂兴啊，阮阿妈要买来买物件。啊！你对我来，敢袂感觉足奇怪？天哪，搞笑啊！啊，迄就去海钓场拍照就好啊。买一下恁买遮个物件吼，互阮少年人来做。等恁买物件，敢毋知合我的口味啊袂？我也是凭我家己合我家己的口味啊。啊，搁再讲，今仔所有物件哦，是拢恁爸要开的。我无趁这时阵，紧来拨一寡，要啥物时阵我有这个机会。搞笑啊！啊，恁来拢买一寡这糖仔饼啊？你爱食拢食脆脆面吼？嘿啊！啊，最近唔同哦，即摆厝内啦，啊海钓场啊，即摆糖仔饼哦，拢叫鸟吃啊哦，食了了。所以我讲来补一寡货咧，无时间我来要吃哦，要吃了袂煞出。对啦，到这啦，这是应该啦。啊，你算吼，啊，豆豆啊，拣啦，拣较济咧啦。啊，我若有看到吼，我嘛替你倒退啦。哦。我五不相信哦，讲我鸟车你会唔惊？对啦，爸，迄阿伯讲吼，今年的中秋节啊，因海钓场嘛要烤肉呢，啊有办招，看咱要做伙过无？都不如甲伊员工烤肉，甲咱写二代啊，啊咱嘛咱家己员工，咱家己嘛要烤肉啊，啊伊叫咱去咱就去，咱算啥？好啦好啦，唔爱去就唔爱去啊，恁在想要创？较巧的啦，倒本就迄个人哦，全世界上脾气上干巧的人啦。哟，伊如果受坑受拍哦，要我们闹亏啦。所以讲，咱千万莫因中计。话讲倒转来，这中秋节哦，是咱大家团圆的日子呢。咱头家人恁甲员工哦做伙安尼，爱人能团圆，唔则对。去话人，很有意思诶。阿凯。你是安怎？我无骂你啊！你是咧哭啥？哎，拄仔毋是讲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，啊！我想着阮爸爸，人搁在大陆，无法度转来台湾过中秋节，我们才感觉足伤心的。哎，要死我！我煞袂记得爱靠因老爸咧大陆吼。小姑娘，莫伤心啦，大陆迄边嘛月亮啊，恁老爸看会着啦。当然嘛，看会着。什么所在无月亮？我煞唔知影看会着许啦，啊问题是爱哭，我都甲因老爸一言能团圆啊，要怪伊会遮伤心着啊。啊啊！我袂晓。哎呦，讲
一寡遐有话无的，让阿芬今日伤心。好啦，好啦，歹势啦，我今日不是才做老爸，唔就好啊。哎呦，有春的啊，莫多顾讲话啦，迄先生伫遐足危险的，那坐过来遮坐啦哈。哦，我来坐，阮走啊，先来过来，啊，你遮坐坐来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恩祥，好。来，过来。哦，来老爹背公这里。来。哎，你要不要喝这个？哎，啊，是啥物人伫咧放烟火啦？哦，啊，都阮天上啊啦，啊，甲狗仔因两个伫遐咧耍啦。来，老客大，这把打好了，太小啦。我懂啦。哦，人讲吃老卖骨头刀，这个不但卖骨头，连肉嘛无法多。爸哦，电锅公过点热哦，哎呀，这摆喙齿哦，我嘛无法当做主女啦。啊，兄弟，啊，你唔是有买一挂迄青油菇啊？有香味。这摆在香啦，啊，无来香青油菇你吃啦。啊，老客大，你甲看卖即摆当毋知是景气歹啊，是安怎？本来我海钓场哦，想要来举办活动啦，啊，尾仔怎啊甲取消啦？你看，规个海钓场啊，冷冷静静啦，实在有影哦。是啊，哎，李长，老几大？我拄啊放个烟火有水无？无错，你好甲遐济话啦，啊，讲话都无啥会好讲。你拄只咧放迄，毋是叫做烟火，迄叫做炮啊。啊，那人个烟火哦，是国庆节，啊是讲过年时的人伫咧放啊，砰一个，起哩吼，爱散开足水的，迄只叫做烟火。爸，啊无拄只阮放的是啥物炮啊？哦，迄嘛算一种冲天炮迄类的啦。来，好了，不要喝那么多。你来去，每月正月十五啊，咸水伫咧放风炮，就是讲这个炮啊啦。叫！Hello。哎，人即摆政府吼，为着要保护这老百姓吼，啊，拢有一挂炮仔类吼，拢有公告查禁，迄拢袂用个放个啦。尤其是吼，哪个囡仔伫咧耍炮吼，大人拢有连带关的。迄囡仔耍炮吼，有当时会射射对人个厝顶尾去吼，迄引起火灾呢，迄偌危险嘞。你咧骗笑诶！啊，但人选举有哦，迄宣传车呢，做哪行炮哪放，迄拢无要紧。嘿啦，选举的广告车出去咧放炮吼，拢左选员对调调啦。啊，伫咧街路吼，伫咧宣传的时吼，迄老百姓嘛拢伫遐啦。那假使讲发生代志哦，大家拢会日日外甲拍好花啦。啊，无迄选举呐，都要规定时间。讲活动的时阵，绝对袂用超过暗时啊十点。对啦，尤其过年时啊吼，迄时大人啊一定爱甲去囡仔交代，讲若出去放炮的时阵爱注意，遐无啦去共伤着去。爱食官司咧，阿母，你开始咧烘肉，肉是烘真久啊啦。人恁道上讲想要食咖啡笋，我即摆烘只咖啡笋互伊食啦。阿母，我来伊道烘啦。免啦，恁道上哦，甲老隔壁坐伫遐开讲，来，这咖啡笋先煞捧起来食哈，来。哦，今年这樱花我食甜呢。来，咖啡笋。好了好了，小姐嘿。欢迎，喂啊，阿姐啊。啊！你唔是讲伫恁个美容院个店口，佮个员工伫遐咧烘肉，啊！那遐紧就结束。伊遐袂结束啦，阮美容院个员工伊还佫咧烘啦。啊！我就想讲吼，今日咱海钓场只哦，正热闹个啦，我毋才会赶紧转来。阿母，你紧来啊！好啦，我先过啦。燕哥，你来者。啥物事哦？这会小甲我顾一下啦，吼。这吧，唔通过超一包呢，我放这过来人家哈。好啦，老几大，要食咖啡笋无？定，肯定哦。来，这两个排档啊，你放起来，真好吃嘞。来，先生，来过来。啊，好吃。啊，有人生你哦，啊，我那有加两个。哎呀，哎，拄只哦，我用阿只头只过两过时，我都敢问你嘞。也唔足神秘的啦，唔讲你咧。啊，我是看个龟苓膏顶头有35岁哦。我计是讲今仔日啦，是天上35岁生日啦，是无？啊，我哪有遐老？
那我今年吼嘛才34岁尔，那差得一岁啊！你计较？这个一年有365天的，当然嘛都要计较啊。虽然讲吼，中秋节是我的生日啦，啊，拄只原因吼，摕只鸡卵糕，我嘛计是讲要甲我庆生的啦。啊，不过我看看咧吼，这鸡卵糕顶面的数目字吼，甲我的年岁无合啊。天成啊，我看嘛你就无记得的呢。今日是豆婶跟阿母哦结婚35周年的纪念日。啊，今仔是恁结婚35周年哦、喔，你也是天上来生日咯、喔，啊，都正拄好啦。我两公阿母吼，结婚哩刚过中秋节啦，啊，反当年的中秋节哦、喔，天上就出事啊啦。兄弟啊，你来看嘛咧，人咱月应该看落有心啦。虽然讲人伊伫新加坡拄转来尔吼，咱两个结婚纪念日啊，甲咱记条条啦，搁买鸡卵糕咧。啊，那咱一定要表示一下，来。兄弟啊，正拄好，咱今仔中秋节哦，是咱天上的生日啦，咱买小个庆祝者。哎呦，搁拄到吼，是咱35年的结婚纪念日啦，安尼话表示讲，甲你抱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抱抱，是安尼啦，哎呀，唔对啦，哎，我搞电话，抱抱，你好奶奶。你无用哦，今天就要下班了。啊，好的啊，好。妹妹啊，过来坐好。啊，我按这过啦，啊是讲去来这哦坐坐嘞啦。啊，有一挂代志想要问你啊。什么代志？跟你讲啊。咱咧新调来迄个管区的，你敢知伊按对啊调来？啊，倒遐啦。我捌听伊讲啊，讲是为台东调来，台北人。台北人哦、喔，台北人调来咱这庄家咧做管区哦。哎，啊你敢不知伊警察做偌久啊？嗯，听伊讲，敢那做20几年啊。不会啊，啊，你那一直咧问管区的代志。哦，无啦，啊我就是讲伊新调来管区啊，啊小了解一下啊。啊！林刚，那咧路头路尾撞到，啊，唔得，同我甲伊拍招呼。阿明，你刚过来啊？哎，阿碧。喂，你来啊？嘿嘿嘿。对啦。多谢。哎，啊，你有去着碰风的啊？啊，嘿啦嘿啦。哎，过来洗头去。啊，嘿啦。好。遐坐。啊，多谢。啊，我下来咧。好，多谢。碰伊。你不是要洗头，楼卡拄好有伊，我帮你洗。无紧啦，啊，即马有人下地啊，我陪伊开讲一下吼。我等下就来洗啦吼。当然。嗯。搁有啥物代志？哦，是安尼啦，我是专工来甲你通知，明仔载卫生所吼要来不能消毒药水，希望你也当好好配合一下。这应该啦。环境卫生本来就是每一个人拢爱注意的。啊，对。哎，对啦。啊，尤其即马拢流行着啥物登革热啊，对无？啊，迄环境卫生若变无清气哦，到时若搁生一挂蚊虫出来，搁来咬人，安尼搁较害哦。嗯，对，这卫生呢，爱靠大家来维持。环境若咧变好足清气吼，都无啥物病媒蚊啊、登革热啊、啥物传染病都无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安尼我要过来排位通知，吼，我先来走。阿妹，搁小坐一下。免啦。啊，对，英弟啊，特别甲你交代一下吼。迄消毒药水对人的健康吼无影响，啊，所以当喷好，莫随洗掉，会记得哦。好的。好，安尼挂你去，再见。莫呀，你唔是要洗头，有味啊？哦，啊，我即毛临时想到一件重要代志还袂办啦，啊无我即毛来办，连刚才洗啦吼。莫呀。这朋友嘛咧奇怪，啊，讲要洗头，即嘛有位啊，才去讲临时有代志。不是
要安怎开嘴才好？啊，甲伊也无讲足熟个，啊，毋倒甲问遐代志，啊，伊甲当作我，啊，是要安怎？啊！秋姐，哎，秋姐啊，秋姐啊，秋姐，我走，我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你别真拖累哦！我包伊唔见到，面也袂见落去。我明了紧无？明仔载就好啊啦！哎呦！阿妈，你真无敌，我都变甲足无聊。有影咧？你是足杂念的，足啰嗦的。啊！不过恁一离开了，我就感觉足孤单、足寂寞，了不起我，这是要安怎？想不到啦，你就一定要回去台北上班哦。啊，若无，我就甲你永远留在水底了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虽然你人无伫，你送给我的十字架，我永远挂着我的心情，永远怀念你。嘿，刚才无写对呢吼，乖乖，啊，有啊。